粉色浪漫席卷山林，武林农场的高山樱花空拍镜头将美景完整收录。樱花季管制开跑，武林农场单日约千名游客造访，山樱花全区盛开中，粉红佳人及昭和樱则是开花五到六成。风吹来的时候，那个花瓣落下来的那个场景实在太美了，然后那个路面上面洒满那个樱花花瓣也是不觉踩上去就足底生香了。然后你冲进会闻到很好的淡淡的那种樱花香。樱花朵朵开，不止人想要一清芳泽，连猴子都爬上枝头大吃特吃，游客惊呼太可爱了吧，也让人好奇樱花有这么好吃吗？那昭和樱本身是带有苦涩的味道，至于红粉佳人则没有苦涩味道，而且还带有一股香味。想要上山赏樱花期持续到二月底，还有云林草岭石壁樱花季也将在大年初一登场，不少游客抢先穿上和服体验日食氛围。对，它的樱花比较粉白那种，不会偏桃，就是有一种很有日式温柔妹妹的感觉这样。海拔1200公尺的草岭石壁，青山平地区上万株粉红色系樱花沿途盛放，分布面积约18公顷，去年就吸引20万人次造访，今年花况更是精彩可期。记者刘永斌、陈冠儿、李明杰，云林台中综合报道。